起来欣赏这个美好的时刻吧。赤眼症的基因没有起作用。不，它起作用了。现在的他跟那两个大白鲨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快把他们分开！快！把他们分开，守护！没看到他受伤了吗？现在办不到。你把中间那个板隔开，快点儿！那是普通的水族箱，没有加固。他受伤了，没看到他受伤了吗？快打开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出血量不对啊。他在自愈。我这腿上的载体药剂里，我导入了章鱼的自愈基因，他很快就能恢复。快把他弄回加固水族箱，快啊！别说我嚷，除非你告诉我怎么弄。如果把他放进水通道呢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水通道跟外面的驯养池是连着的，现在围栏根本拦不住他，这根本关不住他。但是，他打算怎么出去啊？这个时候，如果我在水族箱里。博士，去看看。别靠近水边！博士，博士。离开这儿，啊，渡水系统自动被切断，水会排净。不，